现在你们要开始来进行第五人格的游戏。这一次的游戏内容就是寻找破译机，并且把里面的饮料喝完之后才可以离开这里。要注意，监管者在两分钟之后就会开始出发去找你们了。好，开始。走了。今天的监管者是杰克。江在哪？杰克，走远了吗？
且没追我。Yeah.